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让这款临界战区，好，7月5号开启三档计费测试，就动漫 IP 的手游啦。哪一款动漫 IP？ 就那个《咒术回战》。日本国内の開始者、行方不明者は年。我来试试看，不知道有没有玩过、啊。そのほとんどが人間から流れ出た負の感情。哇哦！呪いによる被害だ。这边我们跳过。有玩过吗？有点忘记了，因为那个。呪いの壁。要看一下，乌黑会好像玩过哎。呪い。両面クナの指。小声一点。猛毒だ。動くな。バスト。好，确定。我来看一下我频道上好了，我来看一下。好，找了一下我频道上的《咒术回战》，我玩过两款，一款是直立式的放置卡牌，一款是横版的。然后横版那一款就是跟这款一样，那一款叫那个《咒术学院》啊。哦，然后直立式是《咒术领域》。那这一款是临界战区，是陆服版本，所以说那个陆服游戏有些游戏会先到台服上架，那反正名字就换来换去嘛。好，就 3D 的卡牌，应该是回合制吧，看一下是不是回合制。对，回合制。好，这个是伏黑会他的同学吧，然后主角是虎杖悠尔的样子。反正就下载了嘛，那就来玩啦、啊、没关系啊，再玩一次。可能有些人也没看过啊。毕竟那个影片可能就几百个流量之类的啦。咒术回战我来看一下、啊。才300多个流量而已啊。基本上没收益。好惨。很可怜啊！一 gay，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些游戏，应该说有些影片它就是收益特别低。有点惨，有点惨。反正我已经惨很久了，就是已经不在乎了啊，已经不在乎了。你如果在乎的话，哈，早就录不下去了，就直接离开了。想不到《咒术回战》这么不红啊！比较红的还是《宝可梦》啊、《海贼王》啊、《火影忍者》啊，那种比较红。然后《鬼灭》应该还可以吧？我是说我做的那个那些。动漫 IP 的手游啦，那这个《咒术回战》我就玩两部而已嘛，然后好像表现收手。等于就有点白鹿啊，白鹿丝。在线奖励，《咒术回战》不行啊。这个退烧退很快，是五条悟，我不知道很多抽公彩的人都要那个抽五条悟，我不知道他哪里好看，很强我知道啊，因为他是那个主角的老师啊，前面漫画我有看100话，就在他那个还没有出动画之前我就看过了、啊。因为我是一个会看漫画轻小说的人，那因为你都看过了嘛，所以动画就不会再看了，通常是这样。欸，七月了嘛，七月番出好多、哦、但大部分都是我看过的。你又要看免费的就去看那个
木棉花嘛，有木棉花，还有那个别的地方也有什么 Anime One 的哦，你忘记了，反正我都有订阅啊，然后他就会推送嘛，我就看见这些我都看过啦，什么一个工会的那个接待员大叔哦，然后就想要当冒险者了，然后就被世上最强的冒险者训练，然后训练完之后就要去成为冒险者，就要去考试，工会考试。然后因为那个他不知道他很强啊，其实他是超强，就是一部嘛，还有好几部啊。最近演的有好几部，我来看一下有哪些啊？七月番，我来看一下木棉花有哪几部啊？哦，从路人角开始的探索英雄坦，这个漫画小说我都看过，但是漫画跟小说那个差的有点多，我觉得啦，我觉得小说比较好看，漫画就有点后面好像有点乱画、啊，跟小说剧情不太一样。就是一个那种比较偏现代的日本国高中生吧，然后那时候日本有那个地下城啊，他们就可以去地下城冒险，然后因为他能力太差了，然后又很想当冒险，他就能一直打史莱姆，打史莱姆，打史莱姆，然后就打史莱姆出现那个神话级卡牌四重，就抽到了一个天使，然后之后又抽到类似恶魔，他就有超级四重这样。这个十连抽就是到时候让你选啊，不是先让你拿到，先给你看一下而已。还有什么、啊？靠背财经人状态异常，这个小说漫画我也看很多。然后刚刚说的那个新人大叔冒险者，那个也是被最强队伍抄到成为无敌。然后我要驾招一切，这部我没看过，我看了第一集之后觉得蛮好看的，就跑去看漫画，看了十几话吧。漫画也才十几话而已，就是又是一个没有天赋，然后用努力，一直驾招，他只学了一个基本技能，回复啊，基本技能啊，然后潜行啊，都是基本技能，然后就靠这些基本技能变超强，因为就从小开始训练，他也是想当冒险者，都是一些七月番啊。还有那个 Anime One 的 Anime One， 好，就去看一下 Anime One， 来看一下 Anime One 有什么。这个世界漏洞百出，哦，这个世界漏洞百出，就是游戏世界，然后他们去要 debug， 结果就发现出不去，困在游戏里面，然后就开始冒险。认识 NPC 这样，来打一下。那个漫画我看过，还有魔王军最强的魔术师是人类啊，就一个人类被那个魔王军的收养嘛，然后训练长大这样，然后就变成魔王军的魔术师，也是那种龙傲，类似龙傲天的吧，有点龙傲天。反正七月新番已经看了五六部了吧，都是漫画看过，就有一部我刚没看，我要驾照以前那个我没看过。干嘛一直打这个啊？我也不知道，一直乱打，我就乱按了，然后讲我的失败哦，失败了哦，了解，打不过。我想说为什么他那个红色点点一直没有消掉，原来是我失败了。因为我没在看画面嘛，我就乱点而已，放空一切。想不到这游戏竟然，唉，伤心了。这个是陆服版本，你要玩的话，我不知道台服还在不在哦。我来看一下台服还在不在。F 不在了，找不到了。我在那个连结后面写挂号找不到了，为什么？因为有人问啊，好像有观众问我说这个游戏怎么不见了，然后我就说找不到了，真的不见了。
就是盗版游戏是这样啦，就是连结会不见，因为被检举啊，检举就会下架嘛，下架你就找不到了。它不见得官服，它就是找不到而已，你还是可以继续玩，或是想办法去找 APK 的。没办法，这个 Play 商店还是会检查。我们只有两只哦，就主角两只。这个游戏的怪都长得有点恐怖哎，应该说这个漫画的怪，它是现代日本啊，我们打不过了，要养成。哇，他是召唤师是不是啊？一直召唤，我已经忘了啦，我已经忘了。嗯，很久以前漫画看过而已。好，一键升级，然后突破一下。我练好快哦，直接练到四十几级，这样就不会死了吧？来，我们一键穿戴一下，没了，没啦，没啦。我讲话喉咙有点干啦、啊，有点痰啦、啊，因为我刚刚喝可可雅。今天是七月八号，礼拜天，不过是已经换礼拜一了啦，我还在半夜。哎呦，这边有人是不是啊？好，这边有成长之路，领取一下。这里还有，点了没反应呢？这里，这个是高级招募券，这个领了吗？我当然要来招募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才两个角色而已，这边有27抽，普通的、友情的、高级的。好，台服玩不到，来玩陆服，再玩一次也是合理啊。丁奇也蔷薇，好像之前也是抽到他、欸，哎，老是抽到他。哦，我没资源了。哦，没资源了。嗯，没资源啦。哎，还可以练到三十几哦。哦，还有是不是？哦，没了二五，应该没了吧？一二，一二三四五六。我不知道可以上升几只啦。好，上升五只哦。战力，这个战力啊，大概25000吧。好，保存成功。大家知道那个300个点阅数赚多少钱吗？我刚看了一下，惨哦。我可以跟大家说，不到一块美金，正确数字是0.75美金，超少，超亏啊！你去那个打工赚的钱都是这个的好几倍。现在那个千万不要当 YouTuber， 末日行业，黄昏产业。现在都短影音的广告费都跑去那边的，有够惨的。看完之后就没动力了，所以我都不想看，就是不想关心啊。你越不关心他，越不关心你啊。你不理财，财不理你啊。你不关心他，也不关心你、啊，你就越来越惨。所以有时候你们喜欢的那些频道啊什么的，你就尽量支持，按赞啊，留言啊。甚至就分享啊，
如果你喜欢那个频道，希望它长长久久的话，如果你又不想花钱支持的话，因为我也没有开会员啊，然后不过好像有那个吧，我好像有开那个可以去丢钱的吧，但是它不一定每一个都有，好像不一定。我来分析一下我这个影片，等我一下，我分析一下。哦，就是大概发布的前几天就200多流量，然后之后就没流量了。就是通常是这样，就是你一部影片大概第一天、第二天就是决定你的命运，几乎就决定你的命运。就如果你没什么流量，它永远就没流量；如果你流量很高，那就会冲起来，它会突然冲起来。OK。那这一款咒术回战，我那时候评价应该是还可以啦，那画质忘记可不可以改了、欸、我们到底找一下设定好了，都还没开首页嘛。首先它有动画有语音都有，然后是 3D 的，然后该有的这些活动啊福利啊都有啊，我觉得都有。画质的部分哦，中而已哦，变清晰了，哦，变清晰，刚刚就糊糊的了，哦，变清晰了，有没有？变比较清了。那、啊、怎么一开始不要给我高一点呢？我就觉得有点糊。哦，变比较清楚，但是上传到 YouTube 之后，它还是会把你变得模糊啊，所以你们应该看不出什么差别吧？可能要仔细看吧。好，希望这次可以活久一点啊，咒术回战应该可以活超久，因为这是陆服的。我看他是测试的怎么样啊，他写删除测试哦，哇，那只能玩一下欸。测试到几号啊，测试到7月11号哇，那没有了，测试到7月11号试玩而已。好，那我们就试玩到这边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